但不管怎么样呢，你刚刚说孟耿如是你的女神，丁文琪是你的女神，那你把接下来这一位放在哪里？你完蛋了。现在呢，就要请大家欢迎呢，也是一个女神级的代表，蔡敏佑的红粉知己，欢迎最可爱的属羊教主郭属羊。好多羊，全部飞起来、欸！一个人来就好，还带这么多的那个大军来帮忙助阵啊！好可爱哦，小羊军团。好 ，OK， 来，哎，我们先拍照好了啦，对，先拍照，先拍照。来 ，OK， 好可爱哦，羊群们。好，来来，哎，互接互接，这个场景也太梦幻了吧！而且导游还戴上那个绵羊耳朵，哎，超 Q 的。来来来，哇，打到我是因为唱他的歌哦，真的，但纯粹只是因为我喜欢，就是在有没有？没有，他只有一个重点，就是他从小听我的歌听到大。对对对，很过分，他已经跟我听到几次了。哦，哎、欸，我已经跟他讲过很多次。所以原来蔡明又是你跟高中男友的算是媒人啦、啊。对对对，那个时候，所以你只是移情作用的对。对，但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明又，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才是，我觉得很棒，而且男生会乐器超级无敌加分。哎，是不是？所以蔡明又你为什么乐器？我会很多啊，那个。嗯，其实最主要就是两个钢琴跟小提琴嘛，其他我就是不是就摸摸而已。对呀、啊，没有特别怎么样。会钢琴加三十分，会钢琴跟小提琴马上加八十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其实认识郭书瑶以后，我发现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生。真的。对，虽然说你口口声声，对你口口声声说我把你称兄道弟的。Thank you.